距离我上一次没有用拾音器、用麦克风收音表演，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。所以，今天其实表演的状况有一点复杂。然后我刚刚从那个新竹搭高铁上来，然后我在出发之前，我还问了一下那个这边的朋友说：“哎，确定今天的活动会举行吗？”因为前几天有取消。然后后来来到了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外面的场地全部都没有人在表演。然后我知道是在室内之后，感觉很好，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如果在室外表演的话，就是可能很难听歌吧，也很难唱歌，就是雨下太大。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，我现在要唱的这一首歌比较旧一点，今天都是唱比较第一张专辑的歌。然后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，它的歌名叫 Over the Way， 它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写好了。但是今天很适合唱，因为今天那边有一个那个蜂巢的摊位，然后我以前是在前面三张专辑都是在蜂巢发行的，然后我今天想要特别唱这首歌给大家，然后也给在摊位守着我的 CD 的同事，旧同事们，然后这首歌送给大家 Over the Way。